我听过一个讨论呢、啊，就是话题就是，员工发朋友圈说我又在加班了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这种情况老板应不应该去点赞？你觉得呢？我都装没看见。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我在家，我会觉得你在炫耀些什么？怎样？嗯，就我加班我就不拍嘛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个加班一定要拍照？但如果你也在加班，你就更觉得这没有什么可。对，我们是觉得加班没啥可拍的。但是其实别人一般拍加班啊，我其实也可以理解。就是确实是想，他不一定是给老板看的，他可能是给更多的老板看。你自己会给什么样类型的员工的朋友圈点赞？嗯，有意思的，有趣的。就很，我们都在以这个你的内容的标准来评判他们的这个朋友圈。朋友圈必须是段子。对，就你朋友圈这个文案写的好不好？就我们有时候评论里面都会说，我们认为你这个文案要改一改什么的。你会写很长的，比如说评论或者什么肯定的或者不肯定的，还是说就简单的点个赞？我会跟他们调侃一下的。